润东多西艺人。你的经纪人没跟你说吗？他只是说你非常和善，讲话呢一点都不堵，是最温和的一个主持人。谈过多少次恋爱？你赢了什么意思啊？爸妈喜欢打麻将，自摸了一个东风，若自摸白饼，何润白。陶喆开记者会公开承认出轨，您是怎么看？提了裤子不认账，把这口水都吐到了女人身上，这种渣男就剩下一个字，渣。每周六日晚间10点，金星秀。